在吗？在。走吧。啊，这里有一条丝瓜，两条。太大了，一直掉。修炼嘛。先山仙草了，进去吧。对。哎，对。那前面那一家。进去吧。这儿。哎。我们要吃饭的。对呀、啊。仙草茶，你喝喝看，看跟你谁贵。这个我们叫红茶丝瓜。这个炸仙草有没有？那你可以试试看。草莓是这个。你弄啊。走吧，有没有看到阿美果水板店？啊，有。来，走。你都好贵哇。看了。
随便你自己吃。我自己吃。左边。对啊，这是栗竹笋。是栗竹笋。嗯。长那么大。别气了，来，来，小心哦。太细腻了。你是死掉的，好。走吧，走哪？快点，上面。好，都可以。逛一圈。好，等一下。还好，仙草花才刚开一点点。仙草，对。原来是蜜蜂哦，那也就睡觉了。哇，原来不，那，你看一对蜜蜂哎。啊，这里。一对蜜蜂哎，这有味道吗？下雨可以躲雨啊！啊，是哦，这是很躲雨的，好可能，这可以躲雨吗？发芽，那人家是写植物从种子或从草中发出的过程，发芽可以的。谢谢妈妈。仙子一起在花海中徘徊。花仙子，这里这样子。
这几张靠。这边吧。好嘞。坐这儿。嗯。看一次。下去吧。好。这边可以下吗？从这里吧。可以下吗？好像不太行。不行，就从这边。不行。橘子。站这儿。哎，好，下去吧。等一下哈，那个不是的。这样的红袍行了不？你都看到蜜蜂。嗯。闹仙草，那啊，闹仙草，闹仙草，对，啊，这个嘎巴，好可爱哦，呀，你爱接下来一样，你接下来一样学个唱戏。蚂蚱。没有，往右转。有他露营区的，是我，他的用户。这是这个是吗？